大肠，你不是不喜欢吃这个东西的吗？怎么还拿回来？哦，你不会又是给大盘煮的吧？我还给他煮，我尽量讨肥灭了他不可。大盘得罪你了？放我鸽子的人罪大恶极。<笑>这就大盘完了，那你又不吃，你买它回来干嘛？六叔给的，如果你做的好吃的话，我也可以吃一点。行，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口味。好，那我等着哈。 他总是牵着小姐跑好吗？我看花花送他回家，听说你也想爱上我他，曾经梦魇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却不知道想啥，让我把你别太小放弃他，把过去穿梭在一乱神话，好好笑你是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站着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 越胆大，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？应该继续在吵吗？还是说好说好聊吗？到底这只能是人的方法，让你我不相信，不相信我，再画一个叉。 哇，东西煮好了，快来试一下。来啦，我试一下。嗯，可以吗？好事多知啊。嗯。啊，那天大阪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走不开啊？再这样，你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你也说不过去啊。你说的也没错。我决定了，以后跟大阪结交。啊？这么严重？